念2022 SBS 歌谣大战，四大女团致敬前辈，翻跳掀起满满的话题。首先来看 NMIX 挑战 BLACKPINK。又唱又跳，展现出坚强女团实力。让人激动的还有 IVE 翻跳 Kala Pretty Girl。带来一波回忆杀，粉红泡泡让人沉浸在其中。而穿上当时相当流行的复古泡泡袜 ，New Jeans 跳 Wonder Girls Tell Me， 经典歌曲不同诠释，各有一番风味。挑战少女时代的 The Boy。SBS 歌谣大战第五代女团各展实力，融合前辈作品翻跳，让粉丝们这天实在太幸福喽。Just breathe.